主播刚才的话回了两个消息啊，那么这会儿的话咱们再看一看。那目前这个局面来说的话，这个上方选手是占了一定的劣势。那在上回合的话，这个下方选手的话回完一口血之后就开始一波反扑啊，成功的话击飞了一只宠物。这波工人的话由于没有吃到属性优势啊，也没有太大的这个作为。看看现在这个情况啊，那要是我的话，我觉得这回合的话，我感觉这个上方选手你得这个盖属性啊，你要么就转属性，要么就盖属性，要不然就有点太吃亏了。那被下方选手的话，这个占了这个属性的先机啊，给先保了这个功能的这个宠物啊，毕竟功能宠物很重要，功能的中圈宠物一死，那功能基本上就特别的脆。那现在的话这个装备还有一个回血的这个效果，一会儿的话可能就再过几回合就没有了。那这一波的话实在是这个青龙立大功了。都知道这个青龙的话敏捷是非常的高的。那青龙的话确实啊，这个可以说是石器时代 2.5 当中的一只这个神兽级的这个宠物了。那 2.5 还是 3.0 的啊，记得不太清了啊，但反正这个青龙的话是四大神兽之一。那么这一回合的话，这个青龙出手实在是太快了，居然在所有的人物之前出手，直接把这个残血的下方选手，残血的这名选手直接给击杀了。而且这个奇迹般的是什么呢？奇迹般的是他不但这个第一个出手，而且还命中了。那我怀疑他有可能是使用了一些急速攻击之类的这个技能。那然后的话，这个直接就命中了。那么在下方选手的话已经这个痛失一名队友的情况下，那这回合
应该是没有太大悬念了。那、不过也难说，反正公人还在，公人还在就有机会啊。据我所知的话，之前的话，这个有一次小组赛里面，那就是这个4v5直接这个翻盘了的。那、不过由于这把、它不是这个决战，它如果是决战的话，这个4v5翻盘那也是非常不错的。但如果不是决战，如果这两支队伍打得很惨烈，打到最后变成4v5赢了，或者怎么样弄了个两败俱伤的，那就便宜另外一个队伍了。那另外一个队伍的话是轮空的，那个队伍的话现在他还没打。那要知道他还没打的话，这个你如果被杀了一名选手，然后的话你以四个人的这个实力去拼下一组对手，那基本上是稳输的局啊，对吧？所以说的话，夏伯希尔的话也是非常明智啊，成全了对手。那毕竟的话他一看啊自己没有机会了，那成全对手了。那直接选择了逃跑。那么咱们看看这个下一场的这个 PK。那这边的话是这个场内现在剩余的最后两组队伍了。一组的话是咱们的这个轩辕这个战队，那另外一组的话就是刚才的这个风度翩翩李华哥的这个战队。那这个比赛的话会中间休息时间的话会有三分钟的休息时间啊，这三分钟时间的话咱们就随便聊一聊看一看吧。那这边的话，这个比赛这边的话还有护士啊，护士的话可以给大家加血，然后还有会有一些特殊的常用道具的出售啊。包括实际上真正 PK 的选手的话买这些道具的基本上很少啊，因为这个这些道具虽然常用但并不是顶级的。那么这边的话还有一些药啊，药的话是这个万一啊你遇到一些特殊情况，然后的话需要买一些药，这倒还是不错的。那像豪华声音片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好用的，当然我不推荐在这买豪华声音片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的豪华声音片只能回500滴血。那你要知道这个家族用这个家族守护兽料理，或者是你的声望超过10万料理出来的这个豪华声音片它是加1000滴血的，那双效果翻倍的。这边的话有这个宠物店，这边还有技坊店。不过一般情况下来的话用到这些的都不是很多。在实际 SO 里面的话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宠物仓库，你按 ESC 会出现一个这个系统界面啊，在这系统界面里面的话可以切换队长。那不过这不是咱们的关键，这里还可以切换分辨率啊，这也不是咱的关键。那这边还有一个活动信息啊，可以查看你的货币，以及可以查看今天有些什么活动啊，比如说5v5活动正在开始呢，藏宝的活动正在开始。那么这个每天的活动能看，当然这也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这有个随身仓库。哎呀，本来想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这个随身仓库的话是一个图形化的随身仓库，但是主播的话因为于这个，用的是一个小号啊，给大家直播的，那么这个没有声望啊，所以的话没办法，那没法给大家演示了，下回有机会咱们再演示。感觉这个上方的这个队伍有点吃亏啊，你这个头顶上怎么一个勋章都没有啊，有点吃亏啊。勋章的话可以增加你的这个敏捷啊能力啊之类的，那你身上头顶上一个都没有的话是确实很吃亏。好了，开始了，咱们来看看两组队伍的火拼啊。下方的话是清一色的地宠啊，地颗水。那么上来的话第一回合就占优，第一回合虽然占优，不过的话这个克制只要被转一下的话就被就会被扭转，所以这个的话克制也不算什么。那下方这个